在获得这台车的永久了。这个车的皮肤买了 ，Q 须 ，S 族勋者 Q 须，哇，你看这个 skin 就是不一样，这是原本的，对不对？原本的是长这个样子。好 ，Q 须，帅到不行。这个才是这个车的本体、啊、我没开 ECU 吗？没忘存在下一局哦，下一局可以用，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储蓄的这个习惯。好，这一场呢我们已经配上 skin 了，跑法刚刚也特化，什么对抗？这游戏好，这里1、2、3。神之跑法，哇太，哇这弹射有出，弹射。nice， 1分20秒。这个呢，跟我一年前亚洲杯用飞跃跑的成绩是一样的。建议大家可以开飞跃就好了。啊，为什么那么慢呢？不是啊，我的跑法不是特化了吗？我很特化、欸，你看我那个进弯咻咻咻暴力入弯，氮气延时 1.2 秒，然后跑起来跟飞跃的成绩是一样的。我跑法11技术还是在的、喔。主要是这个游戏的实战对抗太牛逼了，抱歉了，我刚想起来我是特备跑法，不是特化跑法。啊，这地图怎么那么黑啊？是最近跟随最近的天气雷阵雨是不是？哇，没续到！1、2、3、4，没事。这个侧身，连我自己都会骂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W。3、4，哎，怎么1分32？这个成绩怎么跟我用黑金跑的成绩是一样的？怎么那么奇怪啊？我看起来没有跑得很差啊，对吧？我看起来没有跑得很差，我还用两次 ECU 哎。那我建议大家还是开黑金就好。我刚看起来蛮快的啊，不是吗？我刚跑的时候看起来不快吗？我觉得挺快的啊，我弹射都有出一个弹射延续，对不对？好，零号试炼场，这个图应该就不错了吧？
没事没事，还行。在空中没用哦，这 ECU 在空中是没用的、啊、哦，我现在才知道、欸、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，这个 ECU 很超级先锋欸，他跑完怎么1分43秒，哈哈，我觉得我没有跑得很烂啊，这里 WCW不要絮道好难跑，消了一下，哇，空放氮气，哦，77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，来试一下，夜明沙都 ，WCW， 小喷。我还没续到、欸。断飘补气又来了 ，ECU 1234，哇，看来我这个跑法。跑法正确，双杀投标，好，138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撞成这样子还有38，还是快啊，这个车还是快，这 ECU 可以自动插进的啊，如果没插进去咧，没插进去就自动会跳 game， 哇，太神了，